小杨宁日前大方承认与女性王静正在交往，没想到他的前女友钟慧宇竟被酸民骚扰长达两年。钟慧宇日前在现实动态严肃的请酸民们适可而止。已经展开新生活的他本来不想理会流言蜚语，但所有事情都扯上他，让他既无奈难过又生气。酸民们骂他没有删除过往与曹佑宁的合照，对此钟慧宇认为这是回忆的一部分，想要留下记录也是自己的事情。他已经退追踪前任和其家人了，可不可以不要对他这么苛责？钟慧宇无奈表示分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酸民们还是持续私讯骂他。他强调自己几乎天天发文，根本懒得翻到过去的照片，而且他问心无愧，也很努力的放下过去，一直默默忍受了这么久，直到现在才发生，希望酸民们能放过他，让他能过好每一天。